讲钻石，多数人都会想起一粒粒纯白无瑕的白钻，但是宝石的世界又怎知咁细呢？等我带大家去看一些包你一见难忘的珍品。国际著名的英国钻石品牌 Graff 近日在中环这间旗舰店举办了一个珠宝展，当中展出不少非常罕贵的彩钻和宝石，还要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。我面前这一条镶了过200卡黄钻的颈链就是这一次展览的主角了。颈链配上枕形和雷地因形切割的黄钻，单单是中间那颗黄钻已经有 132.55 卡，在一万颗钻石之中只有一颗有艳丽的颜色，还要好像眼前这个色彩那么浓的就更加珍贵了。祖母绿珠宝颈链镶嵌了共重 101.61 卡的祖母绿宝石，再配上 38.57 卡的钻石，散发着高贵气息。黄钻和绿宝虽然罕贵，但是我始终都是钟情白钻。我手上重31卡的祖母绿型切割钻石戒指，重分量之余，它散发出来的光芒更加是难以抵抗。还有镶嵌了 108.8 卡多型切割钻石的颈链，相信女士们见到一定不舍得走。看完这么漂亮的钻石之后，现场还可以重温一些品牌的传奇宝石。The Lesotho Promise 是全球第15大的原石，重达603卡。Graff 的专业团队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为巨钻进行精密分析，最后切割成26颗 D 色无瑕的钻石，而且每颗钻石都刻有镭射标志，绝对是举世无双的传奇宝石。如果你都想亲眼欣赏下这些这么瑰丽璀璨的珍品，就记得在11月14号或之前来 Graff 的中环旗舰店了。